网络科技无限，数位学习无涯，输入关键字，数千笔的资讯立刻罗列眼前。网络可以不受空间时间，提供求知解惑的功能，那么我们还需要老师吗？本周正言法师菩提心药与您分享身负使命的老师们如何为每个孩子付出真心教育。